即将建一个玩转携程 APP 新玩法，每天操作15分钟啊，属于可观的一个项目。针对旅游 APP 携程的变相玩法录制的一套课程，操作简单，每天只需要花费少量的时间，只能制作出优质的视频内容，可矩阵多少操作。课程包括项目介绍、项目实操、项目总结，都详细的讲解。这收益图单号收益的话也是比较好的，多号收益赚钱是更多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三节视频课程以及需要的工具全部都提供啊，自己下载跟着教程来操作就可以，只要操作肯定是能够赚到钱的，多号操作而且赚的钱是更多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玩转携程 APP， 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课程了。